大家好，我是阿珂。看看狗狗们都让他们到里面了，因为今天我们这边下雨了，下了也不算大雨，下了小雨。但是大家看看这个狗狗，这个里面都是稀泥，因为这边没有铺那个水泥地面。看看一下雨，我们这个里面就全是这个稀泥，稀得不成样子了。看看每个里面都这样，看这个里面。看这个泥，因为这边这个地太稀了，就先让狗狗到里面了，他们都到一起了。但是这样的话也只能是临时的，这样如果这样全部一直让他们在一起的话，那个有的大一点的狗狗肯定会把小狗狗给咬伤的，就那样的话就特别的严重。然后现在就是先临时这样弄一下吧，像这么小的狗狗到时候就会让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就不会打架。但是像这种大一点的狗狗的话，它就可能把小花花呀还有这只小可爱就可能把它们给咬伤。这样一直在里面也不行，那狗狗受伤的话问题会更严重。就这样先临时让它们在里面，之后再看看这个怎么解决吧。也想过要给它们，如果把这边也都铺一下水泥地就好了，但是如果铺水泥地的话那个成本比较高啊。如果当时也想着买一些木板给他们铺上，但是那个木板的话铺在上面时间一长它就烂掉了，只能是坚持不了多久。哎呀，之后的话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办法能那个不用花太高的成本，然后让这个地的话没有那么稀。狗狗你怎么爬这么高，快下来，来来来来，快下来，你怎么爬这么高啊？啊！我的天哪！看看刚刚让这狗狗在里面，它从这上面，它顺着这里爬过来了。我看，